大家小心啦，平时食嘅嘢可能隐藏住危机，你估唔到雪柜入边有啲咩嘢。就算食紧超级食物都好，你都可能一日食紧20种致命食物。首先，生鸡蛋，小心沙门氏菌。跟住系利马豆，如果煮唔熟会中毒嘅。石头、樱桃等有核的水果要小心，因为果核含有氰化物。肉干扣食太多会令人产生幻觉，肉桂粉入咗肺，随时致命。蘑菇都好麻烦，有啲会引致皮疹，甚至更严重的问题。苹果籽又系氰化物，未熟嘅薯仔啲叶有毒嘅。生肉同贝类海鲜如果煮唔熟可以致命。苦杏仁同未经处理嘅蜂蜜两种都有致命毒素。留心大黄葉同火豚两种都食死人，就连八爪鱼嘅触须都可能令你窒息。总之，大家食嘢要小心，记得俾个 like 同订阅，等我分享更多资讯。